我身上的杏色、黑色及白色。你们来看这里，有谁看过棉质的衣服可以做到这么细节的程度？后背还给你车缝，然后抓皱，让你在后面的腰身是如此的显瘦。它是显瘦，它并不是紧。手袖是大家最喜欢的，有一点点袖袖。短袖口，但又不会到太长，这边也是遮住大家最恼人的撞手臂。好，那它到底可以怎么穿？因为它弹性太好，它超级大哦，它可以拉一字领、正常领。正常领的话就是有点小垂领的概念，最好看的还是妞儿最喜欢的斜领了。斜领的部分我觉得它其实不会很斜，因为上肩的部分是有帮大家做这样肩宽的部分，所以非常非常好看。你看哦，这个白色是巨白亮白，可是它穿起来跟杏色感觉又不一样，它是超级多么的显瘦。白色大家最害怕就是变胖、变黑，还是说透，还是不好看，放大效果。但是这一款白色是灯，有一种甜解而变亮的感觉，有没有？黑色超瘦，我觉得黑色的腰已经就是瘦到不知道去哪边了。好，一样哦，就是你现场看这一些皱褶抓褶一样都看得到，看得到吧？一样非常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呢，黑色的腰如果从背后看的话会瘦到不行。那它虽然瘦，可是它不是紧身的，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哦，它是聚弹超弹极佳，我刚刚讲了极佳高弹的一个面料。好，然后不论你要怎么拉都好，三个颜色交给大家。